二十万，上次你说十万，你说二十万。朋友们，我准备在江安开个梅花店哈，现在我带我婆娘来看一下。婆娘，这个店子在这路边上哈，客流量很大的。都是过路的，哪个是来吃东西的嘛？这个客流量保证火爆啊！我带你进里面去参观一下嘛，好不好？三个门吃食。婆娘，你看这里面是不是很大？我们里面有200多个平方哈。到时候我们再把这个桌子都来换了，换成一种那种复古点的颜色，那木头桌子。这桌子哪要不得嘛，还大半新的。这个桌子不好啊，你听我的嘛。到时候我们再把这个墙来敲了，我就不要包间儿，我的空间就更大点，就坐的人更多点，晓得不嘛？人家不是有包间儿才安逸嘛，人多点的话，人家都想清静点，好好的吃个饭。如果用包间儿的话，这个位置的话就太有点太小了，包间儿也没得几个的，晓得不嘛？你这全部整下要好多钱的？我估计要20多万。啥子？20万？上次你说10万，你说20万？哎呀，房租都已经交都交了，那个定金都交了，那我要想你要帮我把它交了嘛？哎，老子是想给你两坨子，我没得钱给你交的。哎呀，房租还不得给你退呢，那个定金不得给你退呢。